很多人说娱乐圈有三个邓超，第一个是给大家带来很多快乐的邓超，第二个是非常深沉内敛的、演技炸裂的邓超。第三个是在不同的界别之间转换自如的邓超。你自己最喜欢哪一个状态的自己？还是有别的一个自我？我喜欢这三个总和的三个总和，好开心。然后再我现在喜欢，我反正喜欢就接孩子的邓超，接孩子的邓超啊，就工作状态之外的邓超啊，是你自己最喜欢的。对对对，能够享受生活，享受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。就是我不太希望别人聊起来就是我的工作，是啊，我应该减少一些工作，嗯哼，啊，多陪一下我的家人。停，不哭了，好不好？不哭了，不哭了。好了，爸爸去上班了啊。你要进去了。